嘿，大家好，我是陈浩。那今天呢，这部影片呢，是我在这个 Play 商店看到一个游戏啊，叫做 Watch， 还有这一种操作。那很明显一看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大陆同胞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作品啊，那都是剪制这样。那这种游戏好像是一个益智游戏，那类似之前的那个有一个是什么妈妈把我的的游戏机藏起来的那种游戏啊，益智游戏。那我稍微上网看一下呢，这总共有100题哦。那我也是有找解答，但是目前是还没看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呢，就搭配一个这个爱心活动啊。那我一边解题，只要呢我看一次这个解答呢，我们就捐10块钱出去，好不好？那我们就看100题里面可以做多少爱心哦。好，我们就直接开始啊。那我呢也是找了我女朋友来一起帮我挪开这个按钮。哇，一开始呢就这么的刺激啊！现在几点？现在几点？22:07。哦，已经零七，已经是一个乖宝宝要睡觉的时间了。点出长相不同的羊，你看得到吗？嗯。字。为什么？啊？为什么？点击长相不同的羊，因为他们都是羊的样子，然后那个是字，这是羊的字。原来是这样，我也是不小心点到。1=4啊，4=1，应该会突然出现别的颜色的东西。果然太嫩了，这种东西也想骗我。根据提示输入密码，豆儿。第一是一，豆是第一是零，第一是零，豆是一零，零是四，哎，没有四啊，没有四呢，嗯，零呢？所以是零，为什么是零？就觉得它 R 等于五。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看提示。不行，不行啊！他提示有给我20块，好不好？这不是网络上看的。想想第三关。想想第三关。再回去看第三关。第三关就数字的啊。选关第三关。第三关。然后4=1啦。是这样吗？所以是零零一一五五五，很下一关不能给他四颗吗？不知道你是，那你给一颗看看，不行看，好笑。先救哪一个？救哪一个？救你？没良心！救你妈！哎，为什么要一次扣两个？两下哪有这样？那两个都救，两个都按。你手没按好。哎，还要看影片呢。Oh shit！ 两个都救，两个一起按。按久一点啊。哦，要按久一点，两个一起按久一点。赢过老王，老王是出布，所以我要出剪刀啊。干啥小？为什么？难不成可以移动什么？哦哦哦哦！我这鬼脑袋，摇动这手机，这也太简单了。第十关，等事成立。最喜欢看这个。这应该是移动火柴。9×9，可以吗？它可以变成。它怎么移？哎？那它怎么移？不是啊，这不能移啊。我看。这不能移啊。哎。
好啦，看一下解答好了。你还有个提示。啊，提示。好的，换方向看看。哦哦哦。所以是手机要。我去。好厉害。哼。完蛋了，没有金饰了，再来真的要付钱。找到八个星星，哦，这很简单啊。为什么？你就按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不会是这个吧？不是，哦、oh, ，怎么会找不到啊？不会是爱心吧？不是这个啊，这个就是星星啊。哦，你这个鬼脑袋！一共有多少支笔？三支。是啊。为什么加数加文字？哎、欸，不是哦、啊。对嘛，就是哎哎。什么？一共有多少？为什么？为什么是八？给我一个水果，水果，橘子，给你，给我，人也可以动，所以是西瓜，瓜，给我一个水果，什么啊？他只要一个，所以我要给谁？这样吗？不是啊 ，Watch。Holy shit！ 为什么？不是啊。哎、欸，给我一个水果。哦哦哦哦！开始抓他的节奏了。是我抓的。苹果等于八。25岁，葡萄是17。所以香蕉是2。香蕉是4，香蕉是6，所以香蕉是2，2所以是19。嗯，你又被骗了。啊！我把注意到瓶香蕉和葡萄的数量了。什么？我乱点的。回上一题看一下。你看一下解答，我们是点对的哦，看解答没关系的，好不好？他没有说什么。他是说数数量一二三四五六，他是说颗数是不是？六。哦，真的耶，他的那个葡萄的颗数不一样。葡萄的颗数不一样。喜欢这个游戏，点击左下角的按钮。成功。射中苹果。待会。啊？没有意志的。点击最大的那个数应该是39，没错，外观最大的。我共答对几题？19题啊。20。目前为止。19。哦。不会有一些有两题是不是？17。到目前为止，你共答对了几个？共回答了几个题目？19啊。21。20啊，21。啊！哇，还剩两条命，记性不错。什么？按照依序点，10、8、15、50。哦，10、8、15、30。喂？没有19在那边，我太厉害了。哦，19在那个，好，我好厉害，好厉害，你帮我省了10块钱，提起黑色方块，提起。我觉得他的意思提是吧？提字，提起。还是又要转那个手机？把它放下，放倒了嘞。哦。我是鬼脑袋，什么？带我回家 ，coming home，coming home， 这个是 coming home，coming， 还是回这边？哦，回家，是啊。他在哪里啊？我觉得他这一定有一个节奏，带我回家。
回家，回家，回家可以动。加加加，好了，我们来捐十块吧。怎样？回到手机的主界面再回游戏。回到手机的主界面。好害羞、哦，那个桌子。哦，太瞎了。抓住五，开车。嘿，嘿，哎、欸，铁砂掌，完了。铁砂，还是你要抓那个上面那台车？抓住五，抓住五。我可以自己先偷看吗？不行，我要死了。好啊，算了，我们再捐十块吧。目前累积二十块。叮咚叮咚，我看，只要抓住哦，一定要这个方向的车。我刚刚有抓，我刚刚按住，是吗？哎哎哎。哎、欸、哎、欸、这样就算抓住了哦，哎哎哎哎，好了，把星星藏起，藏到洋红，藏哎、欸、藏到这，哎、欸、不是这样，我觉得那个字也要藏在这里，哎、欸、还藏到这，藏完藏起应该是可以完全藏起来。对啊，露出那个字哎，露出马脚，还是他可以丢到旁边？呜、哦，多少钱？哈、啊、找到最大的一个数，那是二十，最大的一个数，一个数一，嗯，嗯，最大二四，二四啦。哦，哼，又想骗我，他的答案就会变成别的字。嗯，哎、欸，我觉得，然后不能再按了啦。嗯，靠边，点击按钮十次，怎么回事？你要按到多少？奇怪，这怎么办？这怎么处理？捐钱。好吧，再捐三十块，再捐十块。目前累积总奖金三十块。不会捐太多。因为我是龟奶奶。啊，没有这题哎、欸。怎么会？提示没有提示的。再点看看。点一二哦哦，要点那个啦，那个要点。刚刚那样子算是捐十块吗？算了，四十了吗？三十是吗？对，用这三个数字组成一个点最小，一个点最小的数，组成一个最小的数，一九一五九。那个点可以用吗？还是把它移上来这里？好像不行。哎、欸哦，可以，就是这样。好，一点五九。那就是一点五九。呜、哦，点击最长的方块，方块，他说方块，感觉就是方的，应该不是蓝色这个。最长的方块。有。只有它可以移动。要把它加到最长那边嘞，把它跟蓝色接起来。嗯嗯。嗯。嗯。这样嘞。唉，好吧，再来捐钱吧。把红的拖进白的里面，再点一下白的。为什么？哦。太瞎了吧！我好怂哦。把苹果，我知道。从树上弄，一定是摇一摇啊。有没有滚的啊？给手机，我觉得一定要真的充电。你要不要相信我？我没想到为你我能疯狂。
结果不是就。居然是给这手机充电。摇动对手的手。对的手。摇动对的手。是这样。是这样。按住左手。摇动手机。啊听不懂。超过第四名。哦。